过年大灾提前学，耽误你1分钟。湘潭牛肉丝只需要3个零厨艺，你也可以学会哦。王宝艳、鸡精、蚝油，少许红烧粉，用小勺顺势整圆匀，然后加点色拉油，锁住牛肉的水分，牛肉的第一味就码好了，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嘛？加点猪油更香，热锅凉油，这样子炒出来的牛肉它不会散。然后我们定了型的，清新的滑动它。配料放姜、蒜、泡椒、花椒，一起炒香。小米辣，炒香。生姜丝，哇，好香啊！你看这颜色好漂亮。再来一把香菜点缀。这过年呢，要学习过年菜的姐妹们，赶紧给玲玲点个关注，回家全家都夸你是大厨。